近日，福建省军区组织2021年度新聘文职人员岗前集训，通过开展业务授课、队列训练、实弹射击、战术基础、徒步行军等科目，进一步强化新聘文职人员信文先信军的思想意识，夯实入职先入营的必备素质。当我和我的战友们同吃同住，一起上课，一起训练，真真切切地体会着连队的生活，这种团结友爱、和谐纯洁的氛围再次感染了我，成为一名文职人员是属于我自己的，想要为之奋斗的职业。